不如玩啲新意思啦。新意思，我哋咧就牛头唔搭马嘴，咁啊逐个字接落去啦。陈子清就写个奖字啦，奖咩咧？头奖啦，咁啊即系好啦。我哋财神爷咧就使咩？唔使做啊，都大把，大把咩啊？金牛。咁一阵间咧就由我哋嘅现场观众咧就评判啦，睇下边位写得最好啊！喂，其实你啲字都几工整噶。呢个阿海嘅真系好似花 fit 啲啊啲字啊，系咪好似个角色咁花 fit 啊？系咪你人好似咁花 fit 啊？唔够位写啊！咁你要因住噶嘛，自己识得因噶嘛？你要因住啊嘛！咁啊，睇完佢哋咧都好有心机喺度写啊，嘴住老婆。大叹世界，哦，都挺有意思喎，吓，都几难谂噶，真系吓。系啦，咁啊，俾我哋现场观众谂谂啦，睇下边一 pair 咧就最好啦。睇下第一 pair 啦，吓，第一 pair， 牛年上烧，富贵桃花任你点，呢个笑，咁就系你头奖上中，你我都系大赢家。啊，好好好有意头啊，好啦，睇下第二 pair， 系啦。這個呢就個法字的主題就是法字啊，不用做都有大把錢，這裡就 money money money、OK？ 這裡呢就搭車吃飯爭給錢 mone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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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家的好，這個就是攤世界好東西，馬會派彩大排長龍，這裡呢嘴住老婆大嘆世界，哇，好錫老婆，好錫老婆。好啦，咁呢個責任就交俾現場觀眾啦。咁現場觀眾呢只要你哋撳燈呢就可以決定邊一隊呢。好啦，你哋唔好遮住你哋個嗰個對聯先啦。好啦，俾呢一組第一組嘅請撳燈。一隊一號一號就係黃燕姿同埋陳子清嘅一二三。開始。快啲拉片。好啦，有冇演示啊？好，有結果。好，有結果啦。有結果。哦，咁，哇，二二二啊，發都幾好意頭啊，好啦，好啦，組大家認為佢寫得好嘅，你發咧就唔該你俾翻。一、二、三，咁咧。有冇？有冇啊？咦，得零嘅喎，點解？一百五十二分。好睇啦，最後呢一組。好嘢，好嘢。好就是攤啦，攤世界第三組。好啦，第三組就是請大家俾翻一二三，恭喜發財，大攤特攤啦！撳完可以再撳噶，係撳完冇再撳，唔得再撳噶，唔可以再撳噶。好啦，有未啊？咁即係換言之就是關中河同埋黃之賢嗰度贏咗，哇！